每人10秒答题时间，让我们想一想我们人靠什么来感知世界。其实答案很简单，就是5个字，行、触、闻、味、声。它与之对应的是我们人的5个器官感觉，也就是视觉、感觉、触觉、嗅觉、听觉。你仔细想一想，是不是任何事情只要满足了这5感，我们的幸福感就会增加。那么一台好的车型如何让车主获得幸福感呢？同样也要满足5感，与之对应的就是尊重感、高贵感、安全感、舒适感、愉悦感。回头看看你自己的车是否满足了这5感。那么今天这款车恐怕就要将5感拉满，这就是全球首款大型豪华纯电轿车梅赛德斯 EQS。 还记得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那个巨大的广告牌吗？一台轿车从天而降，那就是 EQS。 视觉，所见即所得，可见光赋予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美、丑、颜色、线条等。第一眼的过目不忘则是汽车设计的第一要素， EQS 绝对可以自豪地抓住你的眼球。它是 S 又不同于 S， 奔驰第一个纯电平台让 EQS 的第一眼印象深刻。弓形车身，极短的车头，溜背的尾箱，奔驰在用电动化的设计语言来打造豪华电动轿车的标杆。这也不是自吹自擂，奔驰也有这个底气。 S 级轿车在近代永远是这个级别轿车的引领者，每一个全新换代带来的大量新技术、新语言，都会在未来3到5年内影响身边的每一个竞争者。电动的 EQS 同样也必须拥有这样的气魄。车头三维立体星辉的星阵封闭格栅，配合中央巨大的3叉星标，非常露骨地告诉路人，我就是奔驰。前部封闭的发动机舱，顺滑异常的车身结构，隐藏的带着闪光的车门把手，让 EQS 形成与众不同风格化的同时，顺便破了个记录，有史以来量产车最低风阻系数0.2。车头、车尾贯穿式的灯带又符合着当今电动车的潮流，全新数字大灯的每盏大灯中都有一个照明模块，光线由拇指指甲大小的130万片微镜片进行折射，这些微镜片甚至可以根据地面的每一个起伏单独调节灯光。而且它的照明分辨率超过了260万像素，于是你就看到了视觉感拉满的数字流星雨大灯，这又恰恰体现了对车外的尊重。当然作为 EQS 视觉系爆棚的，还要数车内那块1.41米的 MBUX 超联屏。整块 OLED 曲面玻璃下是3块高清显示屏，奔驰继双联屏之后又一次将车内屏幕刷新了高度。这块屏的震撼程度可远比新势力们要大得多，毕竟这是 S， 奔驰必须将标杆的高度进一步提升。奔驰最为自豪的车内氛围灯又进一步升级，可以随着加速踏板开合而联动的氛围灯带，让你的每一个脚步动作都能得到反馈，这视觉效果满分。感觉，即肌肤触碰，人的身体感知到的部分会增加高贵感的提升。在材料的应用上，奔驰在 S 级上是不遗余力的，何况这是一台纯电 S， 车内的皮质、木材的使用都是这个级别中最为精良的。而且 EQS 出自于奔驰第一个碳中和工厂新泽芬根56号工厂，全车有大量的环保材料应用。当然你也可以放弃传统的真皮座椅，来自新型可回收材料制成的面料可以供你选择，多达10种按摩方式的舒适座椅，让你在每一个里程都能轻松惬意。尊贵并不一定非要用动物毛皮来彰显。嗅觉，即口鼻所能探知到，这也是我们在车内很容易忽视的一点，而这一点其实在悄悄地迎合着我们的安全感。
EQS 进一步升级了畅心空气护盾，通过 HEPA 过滤系统等组件可以捕捉到 PM2.5 到 PM0.3 的微粒，时刻让车内环境保持畅心。当然 EQS 还有彩蛋，那就是用无花果提供基调，并由亚麻香调进行调和的6号亚麻心情香氛，名字里的数字6来自于1906年奔驰的第一款电动汽车。分布在全车的350个传感器都负责来自任何一个场景下的信息反馈，以确保车辆以及我们自己的安全。味觉即味道，当然我们不能用舔车的方式来感受，但是每台车都有自己的味道或者个性，熟悉的味道可以让我们的乘坐获得舒适感。 EQS 本质上还是一台 S 熟悉的味道在电动化时代依然是内核。虽然 EQS 并没有提供迈巴赫那样超长的轴距，但是宽敞舒适依然是 EQS 的味道。舒适的乘坐环境是电动车所特有的，来自 0.2CD 超低风阻系数所带来的优异风噪表现，加上车内进行了大量的降噪处理，全车均为降噪隔音玻璃，所以静就是 EQS 最大的舒适感。再加上来自柏林之声的主动降噪系统，即使是行驶在高速上，你依然可以轻声细语的同副驾交谈。得益于双电机电控系统以及四轮独立悬架，每一个车轮都可以对路面颠簸进行单独调节，所以你在车内的每一个座位上都是最舒适的。 EQS 动起来更不会让你感到陌生，熟悉的 S 级手感立刻呈现。不同的则是电驱带来的瞬时快感，4.4秒破百，380千瓦总功率，这可是当年12缸都无法达到的高峰。迈巴赫把你牢牢钉在后座上，而 EQS 则欢迎你在驾驶座亲力亲为。听觉即声音，美妙的声音会带给我们愉悦感。EQS 的声音则走了两个极端，一个极端就是前面说的静，电动车独有的静谧感让 EQS 远胜迈巴赫。不夸张地说，EQS 隔绝了90%以上的外部噪音，静谧空间绝无仅有。但是 EQS 又有着一套独特的声音系统，包括 MBUX 音响等，这些精心设计以及定制的声音让车内的声音变得又丰富了起来。通过柏林之声打造的银色声浪和灵动之流两种模拟声浪，让你的每一次踏板深度都变成了耳朵的享受。我更期待通过 OTA 升级后的咆哮脉冲音效，希望不是那个可爱的恶龙咆哮。MBUX 超联屏所提供的畅心醒神功能，可以让你在楼下的10分钟彻底的在林间静地、海洋之声和夏日分雨这些新灯主题下迷失自我。这就是奔驰全新 EQS 的超级物感。当隐藏式电动门把手打开的那一刻起，你的全新电动之旅即将起航。这是标杆对于电动化未来的最佳解读，也是回应一众挑战者的信号。未来已来，但豪华的未来就在这里了。